多啲嘅食物。我望出呢度啊，下面呢度唔该。好，第一位啊，阿仔。黑灰棋子過嚟喎，梗係唔係啦？今日難得我老公佢自己帶個仔出去，兩個自己玩，咁啊我就過嚟撐下好朋友場，係啦，睇下啲靚眼鏡咁樣咯，係啊，因為先生佢又啱啱喺上海拍完嘢翻嚟，咁我就話即係而家陳真開始大啦，咁你應該要因為開始識得講嘢啦。我話咁你要開始同個仔多啲交流。我話你去親邊度咧，你都帶埋個仔啦咁樣。因為佢成日都同我講話，覺得個仔有啲似女仔，又話成日都即係好扭扭令令咁樣。咁我話你唔可以怪佢。我話你平時即係唔係成日帶佢出街？我話你帶佢出街見多啲男仔，同多啲男仔朋友一齊玩。咁我而家就今日開始正式帶阿陳真去即係出街啊，自己帶。因為佢同我講話，佢好怕自己一個帶陳真出去。我而家陳真大個啦，好簡單嘅啫，你淨係帶個背囊、一塊尿片同一支水就行得噶啦，咁樣咯。做乜你聲沙沙嘅？其實咧，因為我感冒咗一段時間，咁就亦都身體近來就係即係睇咗好幾次醫生咯，都差唔多好翻啦，咁所以就都休息咗一排咯，係啊。夠愛啊！原來做咗爸爸啊！有知道嘅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因為這個是一個人生的很夢幻的 moment 來的，因為希望他可以好好地 enjoy 他這個這麼 miracle 的 moment， 是啊。